田少总捕，有黑蝴蝶的消息了。各位，抱歉了，追命，我们两个去会会他。不要打！哎呦！哎！哎呦！起来！哎呀，不要打！哎呦！打死你！哎呦！起来！起来！不要打！不要打！打死你！别打了！别打！起来！别打！打死你！哎呦！来跑！哎呦！哎！哇哇哇！怎么来真的？你怎么搞的，田少？你把我打成内伤怎么办？哎呦！不来真的，人家会看穿的。嗯？真的吗？你确定有人偷看？我刚刚眼角瞄了一下，街角呢有个人影，依我看，八成是黑蝴蝶的人。那就好了。现在换我打你了。哎！哎，有人来了！哎，打死你！别打，贱人！打死你！别打！哎呦，没有人了！喂，喂！那个戴红帽子的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酒肉少了点，可是照样吃大米啊！照样吃大米，把那桶东西给我抬上来，吃，把它给我吃了。大姐，这玩意儿怎么吃啊？怎么吃？那天你逼着你老婆孩子都吃了，他们能吃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吃？我，那个大姐，来呀，在，把它给我带下去。是。走走，大姐，大姐，我的老婆孩子日子过得很好哎，穿绫罗绸缎，吃山珍海味，你们抓错人了吧？抓错人了？哎，是啊，你待你老婆不错，衣食无缺。可是你天天拿她练武，你以为她就好过吗？没那么严重吧，我就是脾气暴了一点，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。就到今天为止，右腿打断5次，左腿2次，右手18次，左手8次，耳朵打聋了，鼻子打歪了，身上5脏6腑，无一不是病。没有吧？哪有那么严重？你们结婚8年，你老婆差点成为废人。我黑蝴蝶向来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咱们今儿啊，就照这个病单替你治疗治疗，一天照3顿。外带夜宵，别太使劲了，当心没办法复原。是，记住，右腿5次，左腿2次，记住了。没出息的家伙，给我拖下去。是。蝴蝶大姐，我刚才在街上看到一个混账，他竟然当街打老婆，打了半天又拖回家去了。记下他们家地点了没有？记下来。好，今儿晚上咱们就去好好的教训他一顿。没错，免得这些臭男人当我们女人好欺负。好，我去会会他。这就是你们在外面穿的衣服，要让人看见，不是丢六扇门的人吗？师父你放心，我们装得很像的，不会被人发现的。我知道，又是你的主意是不是？师傅，不是，这次啊，是他。师傅，我们发现黑蝴蝶犯案有个模式，他专门找那些欺负女人的男人下手，抓了他这么久都不能得手，所以呢，我才想出这个法子，让他自动送上门来。你这说的倒也对，那么，要不要我派一些人手给你？哦，好，不用。人多了怕被他看出破绽，只要我和追命就可以了。那好，你们看着办吧。哎，说是主意是你出的，师父就不怪罪了，真是岂有此理。
那还不是因为你过去啊祸闯的太多了。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抓到黑狐狸。我警告你，这一次你千万别莽撞行事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你这个贱人！哎呦，不要打了，打死你！哎呦，这样打会打死人的。我跑啊！我看你往哪跑！哎呦，我相公，不要打了呀！你这个贱人，我打死你！哎呦，要打死人了，出人命了！相公，哎呀，哎，他别打了，相公！哎呦，出人命！打死你！铁手追命。追命，我们分头去追。